我来讲一下陈奕豪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好 ，OK， 陈奕豪，那我念给大家听哦。他的那个内容是夫妻 ，OK， 舞龙舞狮，再来是圣诞节西门町，这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哎，卡进来啊，卡进来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50块，50块，通通50块！哎，来哦来哦，来快买哦，通通50块！圣诞节大拍卖啦！来哟来哟来哟！来哟来哟来哟！噔噔噔！哎呀，啊，今天都没有生意，没有客人呢。对啊，车子都不停下来，这边跑来跑去是怎样啊？哎、欸，慌张，我跟你讲啦，慌张。什么事啊？我跟你说啦，啊，我们在西门町摆摊摆这么久了，谁会在圣诞节哈摆卖舞龙舞狮的面具？刘小云，嘿，摆圣诞用具这个批货是你叫我批的、欸。啊！屁然现在骂我是怎样？慌张，你想清，你想清楚了。嗯，圣诞节大拍卖哦！拍谁？拍谁？来来来，50块，50块啊！圣诞节大拍卖哦！啊，你要哦？哦，是哦。啊，哎、欸，去拿，去拿。哦、啊，请问你要母狮子还是公狮子呢？哦，你要唐狮子哦。我们哎呀、啊，先生，你这个太有创意了，真的很有创意。圣诞节哦，送什么圣诞礼物？送唐做的狮子，绝对没有想到啊！没错，小孩吃的又开心，又有那个有没有中式的气氛，超棒的。啊，你圣诞节你送那袜子干嘛？对啊，全面都有袜子啊，是不是？圣诞老人到处都是，你送唐狮子小朋友开心啊，可以这个狮子还可以这样，除了可以吃之外，还可以拿来这样，哎，对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看啊、哦。看到的是台湾醒狮团哦，台湾醒狮团这只你看到没有？哦，何小鱼的舞狮队已经通过圣诞节的规定，来比掌声鼓励！圣诞节快乐！圣诞狮啊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哎、欸，先生这怎么样？不错、啊，不错、啊，要不要多一只？哦，好，好好好好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！哎呀，谢谢啦，谢谢，圣诞节快乐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